冇嘅冇嘅冇嘅，其實輸咗一口污氣。唔係，我反而係好開心誒，即係呢一套啊係我加入邵氏嘅第一套劇集，我有機會真係呢套劇人才仔仔，真係好多角色，好豐富嘅一個故事，其實同埋我同編審阿 Cat 都係已經係相識好多年，咁我覺得我入邵氏嘅呢一部劇係由佢去寫啦，同埋我有機會同我班好姊妹啊、好兄弟啊，大家都咁多年冇合作，我哋再有合機會合作而做一個咁好嘅劇本，我覺得呢一樣係最開心咯，即係好希望今依套之後，我哋 keep 住都可以一齊拍到做到咁好嘅劇本。